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妹。我今天要给小胡来推荐的我一些宝藏饰品，选了一些就是有一些些小夸张，但是很有设计感、很好看的一些耳饰们。第一个要给你推荐的呢是这个，你看，你真的好像两个卫生纸啊！你真的，你上耳试一下，它特别好看，衣服很仙的。你给我戴上。简单的配件搭出不同的效果，然后我平时穿一些比较简单的白色 T 恤啊，想给自己的衣服增加点不一样啊，然后我就会选一些比较好看的，稍微有一些不那么日常小夸张的耳饰，会让你的衣服变得更有设计感，还蛮好搭的吧。嗯，哎，我觉得很适合两个人一起戴。第二个呢是一个小兔子，然后上面呢是一个别针的设计，然后它其实有点工业风，然后有点小酷酷的。我为了搭这个，我自己在考虑的别针的耳环，但这个就是它会有点重，我不知道你耳朵吃不吃得下。我觉得你这个很不适合我，它这个就是很适合穿 T 恤，它这个是圆的，它是磨过的，它不会戳耳朵。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甜酷甜酷的，就是比较适合我的风格，就选妹就是比较甜，可能没有那么酷。对，就是很适合那种暗黑萝莉。我还是很喜欢它这个小兔子的设计，而且它这个别针我真的很喜欢，而且我夏天觉得它很好搭衣服，不管是黑衣服还是白衣服，我觉得都很好搭。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实在是太重了。那你今天没有给我正好搭？没有，这是两个红色小花，但是它不太搭我今天的衣服。这两个红色小花，我觉得它适合搭一些白色的 T 或者是白色的裙子，而且它很亮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黑头发，戴个红耳饰就是会增添几分明艳的感觉。其实它很适合夏天，因为你穿衣服比较简单，不会穿那种很多颜色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种草到吧，种草到就多少？便宜，姐给你买，直接送好了。他等快递难等，好会软的一女。再一个是一对小蝴蝶，这个其实不夸张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搭，而且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小蝴蝶。这里插过一条我们俩的情侣款，因为太喜欢蝴蝶，所以我买了一对。觉得这个会被我种草到，还有黑色的，但我没有买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搭。我继续看这个，这款是个小裙子，这是一个黄色的小蝴蝶，没有，我觉得它很可爱，它有白色、蓝色和黄色嘛，我觉得黄色比较可爱，我就买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学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丽妹。怎么这么嗲？学你的。行，今天我是来给大家安利一下啊，适合夏天的一些耳饰，然后又很百搭的。我请来了今天我的嘉宾。我是下请来的托。今天呢，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，就是我平常爱戴的，然后又是非常百搭的，符合我们这个年纪段的。什么年纪？十八岁吗？对啊，这个就是佳琪也有的一个，它是黄色，我的是白色，这个就真的很百搭。它就是穿这种针织衫，你都可以搭一下。我要不要给你戴一下？你是你耳膜吗？就很温柔，然后又很女人。它的那个是黄色，它那个会比较可爱一点。它是这种滴滴滴滴滴滴这样的，就是一直在动，滴溜溜溜是什么？滴溜溜溜溜。好，下一个哈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款，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款。好漂亮。它是有这个耳扣，是防耳饰会丢的，就直接扣上去，然后就锁死了。就像我们俩一样。锁死了，它很温柔，你看到了吗？是不是很适合你今天的这个衣服？小小的一个，是我今天穿的比较可爱，它真的很适合你这个衣服。我今天可以带来拍照吗？可以啊，不会丢吧？不会丢的，就两分钟。它会锁死，锁死在你耳朵上，把锁死，扣在公屏上。然后呢？它就是很适合这种就是温柔一点的衣服，但是它又很适合这种衣服，就是稍微温柔一点。贤妻良母风，贤妻良母风。明天生日礼物，下一个啊，下一个，有下一个，来，先看下一个。这个就厉害了，这个啊，就是这个餐巾纸，这个真的很好看，你看啊，就真的很像餐巾纸。这你都不像吗？你刚给我的那个，我那是布，你现在这个就是一坨餐巾纸，你看这哪里是一坨餐巾纸？你戴上看看，我戴这边，我戴这边，我戴上，你这左脸好看，左脸好看，你左脸看，餐巾纸挂在耳朵上什么体验？这不是也很好看吗？这不跟你那个差不多吗？我觉得我脸好看，我觉得我这好看，是我驾驭不了了。就可能是因为我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他弯了，他为什么弯了？他天哪！哈哈哈杀死你！他两个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两个，对吧？下一个，我们这个不纠结了，这个喜欢的就可以尝试啊，不喜欢的就算了。真的，这个跟你们这种人讲不通了。好，下一个，这个真的厉害了，但是这个呢，就是它挂上就有点显隆重，适合你穿那种小裙子，这个还蛮好看的，嗯。这样吧，我送你那个我的第一个，你送我这个吧。我们看看啊，看看这个，就是你搭这身也能搭，我觉得所以它就是百搭呀。它这个因为它是有很多水钻，它穿简单的 T 恤也非常的搭，就可以让你的简单变得不简单，但是呢又还是就是有点时尚的感觉，适合的感觉，都会什么？哦，是吧？嗯，看起来不廉价，很高级，很高级，就很重吧？没有那个重，我那个小熊是真的重。那这个就真的重了吧？这个我戴过。
好看的，这个好看。它是一个设计师品牌，然后呢，他们家有很多那种水晶系列的一些耳饰和项链什么的。上课吗？它这个适合穿一个白 T， 比如说。白 T 很简单嘛，就我们想方设法在白 T 上面，如果要加一点不简单的东西呢，这个就可以当做一个备选，因为它是一个透明的水晶的，然后又让你感觉非常的少女。这个呢也适合搭一些比较隆重的礼服啊之类的，你看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很适合露锁骨。然后最后一个啊，最后给大家推荐的一个，这个很适合夏天，是我在淘宝上买的，几十块钱吧，这个。它的颜色呢比这个颜色要深一点。这个好可爱啊，这个很可爱。是你这里面最适合我的年纪的一个。这个啊，这个对，有点无语。这个是你穿一些淡蓝色的衣服也可以戴这个，比如说我身上的这件，就不一样的感觉。嗯，把项链遮掉，自古蓝粉出 CP。然后呢，这个也可以搭一些同色系的一个衣服，跟你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嗯，像这种红色系的耳钉呢、耳饰呢，搭在你的耳朵上，因为你头发是黑的嘛，然后呢就会非常的亮眼，一眼就能看到。今天呢，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丽佳琪给我买的耳饰啊。有首歌叫蝴蝶飞，是不是酒醉的蝴蝶？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。它是那种手工做的。你为什么想要给我买这个？你不喜欢蝴蝶吗？那你就给我买这么大一只蝴蝶。是蛮像的，手工做的。我之前想手工做的，白色的比较鲜，然后这个呢就比较高级，所以我就觉得我适合白色，因为我可能是仙女。那我可能比较适合高级一点。好，再见吧。好，再见吧。今天就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分享呢就结束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去打架。